吃鸳鸯锅吃到的。好可爱哦，吃的好棒哦。我们在红不二火烤两吃的店里面，菜色还算丰富。刚烤好的肉跟刚煮好的菜，也是肉了。吃的好脏啊！都烤得滋滋作响，还有分火锅区、蔬菜区、火烤区，这边还有迷迭香的那种鸡腿肉，笑到烟的沙茶酱，有冰淇淋，有汽水、饮料，还有咖啡、面包，还有一堆佐料。还可以吃肉燥饭，肉燥白饭。笑脸，
有这些鱼可以吃。天虾，然后这个是叫鳕鱼肚，也是无限量供应。这种古早味红茶很解油腻。晚上九点多。也是有很多人。就只有电风扇，没有冷气，不过人还是很多，因为他们收费真的很便宜。把天虾跟八万一起吃啊，他说那是他的新吃法。酸梅汁也很解腻。这边的水果有西瓜、芭乐、那个凤梨，还有番茄。